前啊，好，在冲撞原警后啊，随即啊将这个作案车辆啊来开到这个三重哦一带啊来丢弃。那这胡贤啊十分狡猾哦，不但哦来观察哦这个工友间隙的部署，同时哦以衣物哦口罩哦来掩护哦这个脸部哦，让警方哦难以辨识。在他行进的路径上哦，会不断的、哦、来迂回曲折哦，让警方哦无法顺利哦掌握其行踪。那昨日晚间哦，警方哦发现哦胡贤哦在有人的接应下，常立至台中一带哦，专案小组哦随即哦来驱车南下哦，在台中一带来搜寻哦胡贤的下落哦，经专案小组追查，于昨日晚间哦锁定哦台中北区某栋大楼内哦，胡贤哦藏身在大楼的套房内，于今日早上哦8:00左右，胡贤哦欲外出哦的时候被专案小组哦所发现哦，专案小组随即哦上前哦逮捕。